要，这个 everybody 走，嗨，宝宝们，我是27702020歪歪调频主播丑丑，一双滑板鞋送给你们，不是，我有一双滑板鞋，有些事儿我都忘了，可是到现在我还记得呢，在一个晚上。我妈问我，小逼崽子你干啥呢，你咋不开心呢，我说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，与众时尚，跳舞肯定棒，走了整个的吉林市都没有。我妈说你别急不着急，以后肯定会找到的。你说我着急什么，然后我就再次寻找，还是没有发现。一个月后我上了铁岭，还有这里都成为它是魅力之都，时间过得老快了，天都他妈要黑了，我得回家了，要不然找不着家了。正我要走的时候，看到夜市旁边那个卧槽滑板鞋，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，回家的路上我都情不自禁的摩擦摩擦，在这光溜的地上摩擦，月光下我看到我哥哥的身影那么瘦，哎呦我老性感了，这是一种力量充值的我的脚步，有了滑板鞋，哼，天黑都不怕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是魔鬼的爪牙，是老妖怪来了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摩擦摩擦，我给自己打着节拍，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，我的大咪咪在我的影子里左右的晃，在这美丽的街道上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真的这不是梦，我怎么这么好的身材，然后我就跳起了一步两步，是魔鬼的爪牙，是老妖怪来了，摩擦摩擦，哦，我喜欢我的大咪咪，我喜欢你，然后我就一步两步的魔鬼的步伐，像老妖怪来了，因为我是老妖怪，摩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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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这光溜的地上，他们都叫我老妖怪，有的时候还让我滚回洗浴，哦操，摩擦完了我就滚回去了。